Hello， 大家好，我是黑狗贝，又到福建来的时间咯。今天我们台湾是一个美食的国家，你呢无穷用国家的好食料理啊，台湾大部分拢食得到哦。啊，不过更加快餐厅无像台北吼，按简单只要料理好食才可以哦。更加很快，从有以前几道的餐厅开始在转型，啊，不但将料理的好食，甚至于讲，其还会有自家的特色，叫个环境啊。总逢杀鸡等等，行个本人下，许多个可以去打卡呢。哇，古说话更加传统，真是无简单哦。啊，不过今半年，俺们就匹配了邀请一位菜店好朋友，就可以跟传统啊，其他个传统有冇个提升呢？俺们都加叫了，欢迎俺们今半年将将个头家娘林文文阿文来同大家收个吧，欢迎阿文。主持人好，观众好，大家好，俺是文文，高雄人，目前和妹妹一起经营韩式料理餐厅。好，朋友阿文来到我们节目地位哦。阿文，开始之前啊，先同大家收集一下，你今天在高雄人，啊，你这个在生意这片头都有分享到吗？你这个在妈妈在生意啊，还是爸爸？啊，妈妈在生意客家人，那小时候她就嫁来高雄，所以我们是在高雄长大的。阿文，那你韩式时节还会回去阿婆家吗？会啊，小时候因为爸妈工作比较忙的关系，所以我们北中南的表兄弟姐妹都会集体被送回外婆家一起管理。哦，一种暑假安亲班的概念。对对对。啊，回去跟阿婆家时节的，你自己印象的童年最大的印象是什么？其实回去就很开心，因为除了可以见到很久没有见的表兄弟姐妹以外，因为我们都是同年纪的，那外婆家刚好又是在山里面，那前面有一个很大的庭院，像有点像以前三合院那样的概念。那外婆这边又是务农的，所以有很大一片农田，所以好山好水，那跟表兄弟姐妹玩在一起，那个心情跟在都市又是不一样的气氛。嗯，就全部生的标准穷哈啊，也松也哈，安泰版嘛。对对对。嗯，俺们都市都的都无一个环境可以去安尼交流。啊，除了安尼啊，嗯，这个对阿婆的印象还有哪条么？就是从你能吃的东西有特别是一条客家的料理啦，也是讲有客家的文化在个的。有的，像我刚才提到外婆就是务农，那所以从早。在外婆家的话，就是从早餐、中餐、晚餐，一天三餐全部都是出自外婆的手。嗯、那对，那很期待，就是每次小时候回去都可以吃到外婆亲手做的很多，不管是小点啊，然后到很道地的客家菜，这样都是很期待的一部分。嗯，最好是印象最深的黑猫的料理啊，就我印象最深刻、最喜欢的就是客家粽跟客家小炒这两道、哎。对啊、嗯，那客家粽的话，像。第一口吃到其实很惊艳，就是它是用月桃叶，那南部一般的话用的是竹叶，那时候小时候不知道，只知道第一口吃下去那个香气非常的特别，然后在后面长大了以后就觉得想要寻找这个记忆当中的那个香气，然后慢慢的询问之后才知道原来是用月桃叶，跟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一个小小食材变化不一样，对一道菜的那个影响也会这么大，对，嗯，真是从千多年哦，会反映咧，如果给给高雄人的迷思，俺能讲月头一路高雄人嘛，吼、哦，那种香气，啊、嗯，啊，有一年啊，甚至于，俺能关心你应该喊话啦，就是会喜欢，啊，不过有一年是唔关咧吼，他第一个闻到那个味道，就会讲太香了，就是太强烈了，啊，嗯，这个好是阿婆做的料理嘛，啊，你会听到阿婆去厨房啦、啊、去做下听书嘛？会啊，因为像我们其实是大家庭，那外婆就有四个小孩，那四个小孩下面又各自有三个小孩，所以然后逢年过节的时候，有其他的亲戚都会来家里拜访，那我们就会开始需要准备至少三大桌以上的菜肴，那妈妈跟外婆还有其他的阿姨们，他们就会开始一整天都在厨房的忙碌，那小孩他们就会把那个最后收尾备料摆盘的部分交给我们，然后大家一起开始忙碌一整天，客人来之前看到三桌满满的那个菜，然后都是经过摆盘然后修饰过的菜肴，其实蛮有成就感的。哇，加上你韩式都在做一种可能讲传统服务生的工作，对对对 对, 对，有点这样的、哦、外场助手啦，对对对。因为俺们韩式时节英雄有某嘛汹涌呢，有的时候长辈然后给人在抹，那时如果讲两三年来吹嘘一声哦，不要来这边擦屎打给哦。但真的那个工作量太大了，没办法。哦，念书唔打摆，小朋友一定要过来帮忙。可是韩式经验吼，英雄啊，也给了你后来吼开店，然后做一个料理一种方向，然后讲一个动念，就是、说说俺们行料理一条路，还没。是的，会有，因为就会觉得其实。
在厨房忙碌变成好像一种荣誉感，然后一种幸福感的来源，然后就也开启了可能对厨艺、对餐饮这一块的兴趣这样。哦，啊，你读书啦，还有在工作，都会做一些料理方面的吗？其实高中的第一份打工就是在饭店，但我高中呢跟大学念的都是室内设计，然后研究所念的是商业管理，所以跟餐饮又非常的好像没有相关。可是其实后面毕业之后，回来开始创业之后呢，像室内设计这一部分，餐厅的室内设计就是由我全权来处理，然后经营管理也是由我这边负责。那另外我是跟妹妹一起经营韩式餐厅，妹妹的话她也是从高中就开始在餐厅的内场开始打工，然后学习了大概有十年之久。那她自己毕业之后也就开了一间简餐店，那所以也有很长远的那个餐厅经验。那后来也因为对着厨艺的那个兴趣，然后也想要再精进，也去念了蓝带进修回来，对，其实阿文应该能讲，传统啊，头都讲诶，唔好个迄管理嘛。其实说乍看之下，同阿人的传统无嘛关系，但是那是跟内场。可是从传统来讲，刚刚传统然后有经营管理的方式，用诶一行手，其实这个都有息息相关的。对对。啊，诶，贵州同来讲，做嘛个时节，我想讲古来，来提高雄一片创业来开一个传统呢。这要从我小时候，因为高中时期开始说起。小时候在高中的时候，家里附近开了一间韩国餐厅，那它是由韩国华侨的先生是韩国华侨，然后太太是台湾人，然后他们就在家里附近开了一间小小的韩国餐馆，那也没什么装潢，然后就几张桌椅摆下去，但是生意却非常的好，因为可能口味很道地的关系，然后大家就冲着韩国人的这个名号就去用餐了。那我自己吃过一次之后是非常的喜欢，所以我一个礼拜要报到四五次，那吃到没有家人朋友又要跟我去吃，所以对韩国菜应该是有这样子的不解之缘。哎呦，各种头都讲，韩式菜都卡富坤开在传统，对，不黏到哎，又一直去吃。那你这个有想过讲，韩国的料理香的地方，吸引你的地方是哪里？韩国菜吸引我的地方，我觉得那时候可能对这些腌制的像泡菜类啊，然后它的口味呈现上，跟我们台湾菜的那个香气又是不一样的那一个感觉，然后他们的辣是含辣椒酱下去做的，跟所谓的那种麻辣啊，台湾的生辣椒的那种辣度又不一样，大概是这样的魅力所在。哦，各种也还辣妹的，对，好是辣哦。对，你这个真是开始爱来开一个韩国料理的传统餐厅的时候，你能有做吗？个准备吗？还是你有跟妹妹啊家人去讨论过一件事情啊？其实有的。那这个机缘也是要拉到我在美国念研究所的时候，然后认识了很多韩国朋友，那其中包括就是有很多的韩国厨师，他们也是到美国那边去进修，也是去尝试不同的料理手法这样。那刚好有机会就认识到了他们，然后我放假回来台湾的时候，他们也就会来台湾拜访我，那我就介绍了妹妹给他们一起认识。那也是妹妹也是有餐厅嘛，所以两边都是厨师的那个因缘机会之下，就碰撞出了很多的火花。那决定就是刚好妹妹也有想说，她的简餐店这边厨师也是很乐于挑战自己，那简餐店这边也发展到一个蛮平稳的状态，也想说那是不是可以再来一间那个韩式料理，走一个不一样的路线这样。哦，就同也是说，这时间有同个认识的朋友，然后去讨论，也有同妹妹讨论过。对，啊，妹妹一开始谈到有个想法的时间，她有给什么回馈建议吗？她就是其实觉得也很有兴趣，因为以前就是被我拉着一起到韩式餐厅用餐的其中一个受害者嘛。对，那其实她不吃辣，但很有趣的是，我们这之中要讨论要开店的这之中，我们也去韩国拜访了很多韩国餐厅好几次，但在他不吃辣的前提之下，但他又却觉得其实蛮好吃的，每一道菜也是都吃得津津有味。那也因为这样子的几次拜访，然后他也有他自己所谓不吃辣的口袋名单，所以
对对，韩国料理也是又产生了以前蛮浓厚的兴趣这样。不是讲韩国料理没米红都辣的，对对，假使讲有毛是辣的，其实也有别的限制的。对呀、啊，嗯，不过我想讲面对一件挺好难的事情，如果妹妹喺附近讲传统做料理的厨师嘛吼，啊，几乎毛是辣，啊几。做一顿料理的时间，可能讲厨师都要试味道啊。啊，你拉在料理用的饭，也是你的国营皮茶呢哦。对，就是这样，没错。所以真是辛苦他了。真是的，更加具有高维是辣么？他后来因为这样子的几次拜访之下，他吃辣的功力有稍微提升了一点。哦，有提升，狗狗也还得一些些。对对，但还是一定要灌掉一大瓶水，真是冇见啦，可以减掉。啊，你呢？还特别为了这个，去到韩国，去前日到韩国料理的传堂嘛。啊，你呢？这个去到给差不多前面一道传堂啊。大概一次出发会大概待四天到五天左右，那一天吃下来真的五六餐，所以包括街边的小吃、嗯，我们看到是很多人在排队的、啊，我们就会去排试试看，到底是当地民众他们在吃的是。日常小吃是怎么样子一个口味，这样，然后再去回来做探讨研究。对，嗯哼，我想说，你这个对一个韩国料理有一定的认识的嘛、嗯，所以几多转来的时间，你快点，你有设定过，你这个韩国料理的传统，第二行那条的方向有什么特色吗？这一部分的话，第一当然尽量就是想要把。最道地，然后最符合当地的那个风味的呈现带回来给那个高雄的朋友，这样。那其第二个的话，就是尽量所有的食材调味料可以进口的，我们全部都是从韩国那边进到台湾，然后去做使用，这样。可能讲韩国料理也有几道种嘛，吼，有那种，泡菜啦，啊，也有一些煎饼啊，各种，嗯，比较偏向是小吃，好像讲宴席各种的大的料理。他们其实也有像所谓我们的满汉全席这样，那、嗯、是给以前就宫廷里面那国王在宴客的，然后就会像大家韩剧里面看到的满桌的菜，然后小菜塞满满的那样、嗯。但是呢，其实，在韩国的一般日常里不会太常出现，因为那真的蛮费工的，也有点浪费。嗯、那所以我们的餐厅也会有一间像在合体第一间店，它就是比较。for 聚餐的，那它餐点的分量就会比较大一点。嗯、对，那另外一间就是在美丽岛或是奈良男子、嗯，那它的部分就是 for 年轻人日常可以去做使用，那它比较符合三餐常常可以去吃这样。对，嗯哼，各种能偏向的还是就是说，除了给料理的方式之外，你能大部分还是家常的韩国料理为主然后。哇，观众朋友，哎、糖豆鸦片都几月么？哇、哦，糖豆阿文安的手机啊，真是相当的好好了解呀。韩国料理有哪条会出色的？不过啊，休息一下，继续来同大家聊一下我们好吃的韩国料理。前面堂的阿文收过讲，其实个做嘛个会对料理有兴趣，来开传堂。啊，近半年啊，阿文也带个机风吹来到节目底边，来请批到一条料理的米线啊，吼、哦，都多机个，加加来邀请阿文同阿人收过一下，期待嘛个料理吧。阿文，今个阿人都来收过一下，讲近半年带来嘛个好食的，好冇？好啊。哦，啊，对那一个开始啊，近半年阿人看到西风。啊，这边呢，这一道帮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就是韩国的冷面，然后冷拌荞麦面。那它的特色就是我们的面体就是韩国进口的他们的荞麦面，那跟日本的那个荞麦面又不一样，它的面条是非常的 Q 弹的。哦，对，它的那个酱料的部分就是韩国的辣椒酱，然后再加上大量的蔬果下去做调制，所以它吃起来的口感虽然有辣，但是非常的清爽，然后又可以解那个辣度，这样。糖红的清爽感呢？台湾的凉面，知道吗？对。哦，啊，不过其他一种唔免人讲的芝麻酱啦，佮条其他加的韩国的辣椒。辣椒酱，对、哦。然后有大量的蔬果在里面。跟面，我当过看得到一个小黄瓜啦，吼，泡菜啊，加顿啊，还有那泡泡的黑毛的东西啊。那个就是韩国的腌萝卜，但它不是
辣椒粉下去，一般看到的辣椒块的那个辣的红色的那个腌萝卜，它就是都专门否冷面啦，然后烤肉啦，一起在吃的这个比较清爽口感的腌萝卜。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个人也都很喜欢的海鲜煎饼，那里面也是用了非常多的带有香气的蔬菜，对，然后还有满满的海鲜料，然后再来这一个是饮食堂，韩国一个综艺节目饮食堂里面所做的那个韩式拌冬粉，那这个也是我们店客人非常喜欢的招牌菜，因为它的下面的面条大家就可以看到它是所韩国的冬粉，那跟台湾的冬粉它的口感上来讲，它又比较有弹，非常 Q 弹，然后久煮不烂，它是很特别，对，因为它是红薯粉下去做的，所以它的那个口感上非常的 Q 弹，然后也很入味，对，然后最后一定会加上一个韩国菜当中非常重要的芝麻油的部分，所以它香气十足，这样。哦，哎，没韩国的料理里边，可能大部分都关系加个可能讲麻油、芝麻油，对。哎，这么给你们好，我会请好咖要这么多。哎，是香吗？还是什么？对，韩国菜其实它非常重酱料这个部分，那在最后它的那个香气，很多道菜色里面都会去做芝麻油来去点缀，最后像我们有时候会加绍兴酒啦，来去做一个提香的这个动作。那这芝麻油可能对他们当地来讲是一个营养非常高的。一个就是在菜里面添加的一个添加食品哦。哎，阿你讲可能青葱跟姜嘛，阿你这个煎饼啊，头头讲的煎饼，你会搭配其他的姜嘛？也爱讲吃掉就安尼食。它会，我们在店里的话会再搭配我们的煎饼专用的煎饼蘸酱。哎呦，对，那个蘸酱可以供应它底部有冇嘅冇？还有个些商业机密。这个就要让大家来店里试试看喽。哦，好啊，有机会来去尝一下，看下先其他嘅蘸酱哦，一般的酱有冇嘅冇用用。啊，最年哦，最年嘅重点系嘛？个个看，刚刚来青葱系俺平时食到嘅韩国的年糕，系咪？啊，其他都看唔出来哩。那像这一道呢，就是我们店里现在蛮独特，在韩国餐厅来讲说是蛮独特的一道料理——水源炸鸡。那水源炸鸡呢，就是从之前韩国很红的一部电影叫《机不可失》当中取材而来的。那水源呢，其实是一个地方，那他们的招牌菜就是水源排骨。那为什么它会在电影里面很特别的地方呢？因为里面有一个角色，他其实是水源人，然后他家里祖传的水源排骨的秘方，然后但是他们需要开一间炸鸡店嘛，所以他就把这两项做了结合，然后没想到就爆红。对，那为了这一道菜，我们也是又在去了韩国一趟，然后跟那些韩国朋友厨师朋友们取经，然后也去了一趟水源，然后后来回来再跟妹妹开始做研究，这样开发。对，哥说蛋糕泡泡的这真是你讲的年糕。对，啊，带下张黑个鸡肉炸的来鸡肉。对，那像这里面的年糕也很特别，这跟一般外面超市买到的年糕那个口感，如果各位有机会到店里来试试看的话，那个口感又不一样。它因为它真的就是遵循韩国的那个传统做法，米是蒸熟下去压制出来的，那跟一般在超市买到的那个年糕是用粉 maybe 是糯米粉下去压出来的，那个口感完全不一样。哦，嘿，真是的，虽然说没吃过啦，但是我第二个真是先从韩国给人做诶，从一般诶，俺们哦店诶方买到诶，迄无嘛通用诶哩。啊，不过讲到一边，啊不，我请教一下，讲俺看青岛诶韩国料理，给人讲诶有炸鸡，啊头头讲诶点个羊片里边有一个炸排骨，俺发现都讲韩国料理给人很多都喜欢用炸的咧，为什么韩国料理他们这么喜欢用炸的？可能以前其实像泡菜啊这些腌制类的小菜，那就是因为起源是他们那时候物资其实没有这么充裕，那因为他们冬天其实又很长，所以为了要好保存这些食材，然后可以整个冬天都有的使用，所以他们就会选择可能腌制啦，然后炸这样子的手法去延长时间的食物的保存期限的。哦，够有米托保存的也够久一些啦。对呀、啊，真是还和同环境有关系。对。啊，除了根本你唔带来也西方，点方还有冇个热门的料理吗？有啊，像我们店里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就是韩国一道最基本但也是最经典的料理，就是韩国拌饭。那韩国拌饭它为什么会这么喜欢它呢？因为它上面其实我们店要求一定基本就是六项以上的蔬菜，然后再搭配上一份主食肉类这样。那
我们店有石锅拌饭，还有一般的拌饭可以做选择。那石锅拌饭呢，它就是大家印象中知道下面会有锅巴，然后带着那个锅巴香气，整个会是热的去使用。那一般拌饭就是比较像他们家里日常的料理，就是妈妈冰箱剩什么就会拿出来，然后就跟饭拌一拌就可以去做使用的。那它在夏天吃起来就会比较清爽，然后也很开胃，所以夏天通常来讲我一定就是选一般的拌饭。那冬天呢就会怀念一下那个热热的锅巴，然后跟着蔬菜一起使用的这个口感这样。啊，除了要给搅饭之外，还有没有像外地啊，讲韩国料理有几多的桶啦，几多嫩地瓜油吗？有的，有的，我们店里也是有这些韩国的嫩豆腐汤，然后比较特别的还有个大酱豆腐煲。那大酱的话就比较像是日本的味噌，那在韩国它也是用黄豆去发酵。那但它跟味噌的差异就是在韩国的这个大酱，他们其实口味又比味道呢，它又比日本的味噌又再浓郁一些，这样。哦，因为不是会糖都要给姜太姜糖，哎，给唔底下买个东西，真是好像试过一般这样底呢吼。对，你呢料理讲诶，讲能尽量是呈现韩国原本的味道嘛？那你还是多诶，他们有什么会不会？像有诶，真是他们会觉得很道地吗？还是讲有其他意见呢？像我们店里的话会很常有很多韩国客人，像现在的工程师啦，然后是韩国教会的一些哥哥姐姐，他们会来用餐，那他们就非常的喜欢我们的拌饭，然后还有这一个冷面系列的餐点。对，今天石头说哦，从提六卡在今天过来跟石头共用啊。对对对，因为他们觉得就是不管食材上的选用啊，然后还有调味料上面的那个比例都是跟韩国配方那边蛮接近的，这样。嗯，我说今天黑带的夫君啊，不是我高兴的，就是。是啊。哦，啊，那有特别韩国的观光客有听到你们的名声去找你们店，是吗？之前也是因为这样，然后疫情前都还旅游都还是很发达的时候，那其实就有韩国的导游来跟我们做一个搭配，那他们会把韩国的客人，他高尔夫球团，然后带到我们店里，然后来做这个用餐，这样。哇塞，真是不简单，他唐的亲像马上来试一百个东西，哇，真是独具的独具的。那阿文，你们的店方料理竟然安好吃的吼，疫情都更加，你们这个对于个疫情呢，有没有什么变化去针对这些菜式啊去做偏方？第二讲有会传统，因为很少内用了嘛，今天啊特别出各种偏东啦，各种，啊，你们店方有要怎么偏方吗？有啊，像我们目前后面接着会着手开始研发宅经济这一部分，也顺便就是让喜爱我们料理的客人，其实他们也都一直在敲碗说什么时候会有料理包啊，这样他们可以来吃的时候就顺便一起外带。那像朋友来的时候，他们也很想要去招待朋友，直接在家里就可以食用像我们的辣炒年糕啦，或者是海鲜煎饼这样。对，观众朋友，讲到药片啊，还有没有真是你没讲的韩国料理其实当忙神奇呢。你看今天这片虽然讲暗黄呢，不过今天说的冷面啊，吼饺饭几多，还还个冷冷的呢，还没清神奇呢。不过啊，还有更多精彩故事，休息一下，试一杯茶，我们再来同大家分享哦。前面唐的阿文的分享，第二讲今年店方有冇个好食的，啊，唔过前面也有讲过啊，更加快点吼，冇简单，唔单只我有好食的料理，然后每一个店也有自家的特色，更加呢，都来了解一下阿文今年的店有冇个特色吧。阿文前面介绍了两个店方有几道好食的料理嘛，啊，更加也伫身上的分享一下，讲两个店方环境啊有冇个特别的冇？像餐厅环境的部分啊，我自己在走访韩国很多间餐厅以后，就其实对他们设计这一块也是很着迷。那像我们第一家店在河堤上的店，然后因为我们的客群专门就是家庭客，然后比较可以聚会的一个场所，那所以我走的就是比较温馨，然后像咖啡厅这样子的一个感受，那就比较没有去采用大家所谓印象中全部都是木质装潢的一个这样子的韩国餐厅的氛围。那其他的两家安妞在美丽岛站跟男子店的，
它就是比较 for 年轻人、他们日常就是可以简单的去使用的这个菜色的部分的话，那我走的就是比较轻松然后比较明快的一个用餐的氛围、那很多的干燥花材，然后用色也比较鲜明一点、那让每天进去用餐的时候那个心情也会比较愉快一点这样、那另外一间烤肉店，那它是就是所谓韩国喝酒文化这一块呢，其实又是很长的一大段故事、那它既然是就是烤肉，那所以里面的那个气氛就会比较有一点像夜店风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存在的。不过条条讲那个烤肉行业的部分，其实有讲到讲它是比较适合像夜店风，不过其实暗部条款嘛，当初有款嘛。这个的营业时间它就是只有在晚上，那假日的话中午会开放这样。阿文、除了安尼啊，头头有讲到最明显点的是烤肉，可能一个为批准就是一个美食的文化嘛，吼，就是烤肉会配酒这个美食的文化。你可以同大家稍微哈简单分享一下，讲可能一个美食的文化系嘛个好嘛？韩国的话是民以食为天，那在韩国很注重吃这一块，因为他们觉得国民的那个健康就是国本，那所以长辈很常对韩小朋友讲的一句话就是：你吃饱了没啊？要吃饱才有力气工作这样。那所以吃这一块对他们韩国来说就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妈妈冰箱里永远一定会准备着很多的小菜，那搬出来，那小朋友回家了就一定满满的满桌的菜可以用。那饭锅里永远一定留着饭这样。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还蛮特别的。都会唔单只讲今日咧烤肉也好啦，吼，可能讲个搅拌也好，各种的，就是其实系对今日日常生活中发展出来的一种美食的文化。韩国的美食除了安尼之外，还有什么比较特殊的美食的文化、美食文化可以介绍吗？有啊有啊，像我近期去韩国一定会拜访的就是他们的市场，那在市场就是你可以尝到更多他们在地贴近国民生活的一些美食、那例如像生章鱼、或是生牛肉的拌饭、都可以在那里面吃到。那另外推荐去的地方就是他们的鱼市场、鱼或生鲜市场。那在那边很特别的是，像我们在台湾目前如果想要吃生鱼片啊、是不是就一定就是会走到日本料理店，那吃的是比较日式，然后比较中，不能说中规中矩，应该就是比较日式、比较精致的那种生鱼片这样。那如果去到那个鱼市场啊，你就可以品尝到我们在节目上所看到的那个生章鱼，那它是一只真的他们的长脚章鱼，所以就现场帮你抓起来，然后帮你去做料理这样。还会捅那个种？对，没错，他会帮你切，贴心一点，会帮你切小段，让你比较好食用，因为他也怕你真的粘在食道这边。对，那另外比较特别的部分就是那些鱼货，你就可以去挑选你喜欢的，那他会帮你做介绍，然后现场去帮你片成那个生鱼片。那一些很多口味吗？口感，都是在台湾你在日本料理店没有办法品尝到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还蛮特别。然后会有一些比较少见的，像是在台湾其实应该没有看过的海鲜食材，对，像会知道韩文，像一颗很红红的，大概这个大小的一个海鲜食材，那个Choget，然后还长得软软，很像海参，但它又不是大概海参那一类的，就是很光滑的。对，那一类的他都会帮你完全就是切好，然后给对像生鱼片这样子呈现使用这样。不错，你看国家没有用哦，对，但可能是在缝饰料理的缝饰啊，甚至于说东西也都没有用。对，国家跟生章鱼还是最特别的韩国料理嘛。对，所以也是你印象最深刻的。对，真的啊，看到天师风台收给的时间，还在同如果也沾中啊，那时候真的也拼皮肤。对，我自己就没有办法了。那像他们就不是沾 wasabi， 他们就直接沾着麻油，然后一点点盐巴，就是这样吃而已。哎呦，对，可能真的吃的够特别呢。啊，你阿文，你这个除了讲，前面有分用的嘛，你这个还负责经营管理的方面啊，主食的部分是妹妹的负责。对，你要的料理，韩国料理，今天安好吃，你自己也会煮吗？
会啊，像之前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就说认识很多韩国朋友嘛，那自己从小也就很喜欢料理这一块，所以在那边的时候，三餐也很常就是有机会都是需要自己料理的，为了省钱。对，那刚好有韩国朋友，就也跟他们取经了很多家常韩国料理的一些食谱，然后请他们来教我做这样。哦，创业的时候，你这个念书，你那白时间，你会挑好一天做料理吗？也需要啊，因为像妹妹就是负责内场的部分嘛。那虽然我们这些酱料已经都是我们自己制作的了，那厨房的这些 SOP 啊，然后所有的步骤也都是需要他再进去，然后教我们现场的人员这样。对，那外场的部分就是由我负责。哦，啊，你创业除了讲念书，唔拉白，我跳下去吼，天数互相帮忙之外，创业之初，你们还有多多冒个困难吗？我觉得创业现在对我来说比较难的是，就是人一开始就是人的这一部分。像刚开店的时候，就是请韩国的厨师朋友，然后来跟妹妹这边做交流。那因为妹妹自己也是厨师这一部分，那两边都是专业人士，要去沟通，然后要怎么去磨合，然后完成一个作品。完成这好几道料理，那中间的一些理念上的那个沟通，然后去结合，就是对我来说那时候算是有一点难度这样。啊，你当好了啊不，其实创业的时候啊，就创业这一出，你最头下最大的问题，你自己感觉最困难的，就会讲啊，用的去内部厨师哦，他甲工作人员之间去沟通，讲那那料理按用的去呈现啊，或用的米托去决定是内部的部分够困难。所以 Noble 来讲，闽行啦，哦，行 sale 这个部分，你们倒是没有很担心说没有客人要比试嘛，吼、哦。没有客人这件事情。但说不担心也一定是会是有担心有他的顾虑，但那就是在我们料理怎么样去呈现，我们对我们料理很有信心，所以这个部分有客源来这件事情是不担心，但是要怎么样去经营好，然后去呈现我们的服务给客人这一块，一样就是在处理人这个问题上面就会比较担心，然后会花比较多的心力去学习，这样。对，真是在夫妻管理的年长会工作了一个问题点，就夫你的问题是最大的嘛，管理的部分。啊，你工作中的创业之初，是你的问题嘛？啊，都更加过问题了呀，甚至有细点点的。啊，问你很用的去做一个日常的管理，你的工作流程很用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嘛？一个人要怎么一天之内去管这样细点点的？对，其实这边就比较幸运，然后是跟虽然说刚才说最难的部分是人嘛，跟妹妹这边的磨合，但是最幸运的也是跟家人一起经营餐厅的这一部分。那像跟他的配合，就是他管理就是内部餐厅里面厨房里面的这些问题，不管酱料，然后食材，然后这边就是交由他专业的部分去做处理。那我的话就是外部教育人员，那个人员的教育啊，然后训练，然后餐厅对外的营运的这一部分。对，那我们就四间餐厅，然后分配时间下去巡视，然后做个会有人员的就是抽查，然后做考核这样。那另外就是可能朋友到店里来用餐的时候，我们也会去问他们的一个回馈反馈这样。阿文，按你经营管理都更加诶，感觉讲应该大部分人都穷用啦，都无多多有个问题，都讲以前，啊，你头都有分享到讲，以前黑人能更加开始有一个宅经济嘛，因为咧规划吼规划不同的菜色，然后做真空包。啊，不过真是要六年来多多疫情的时间，啊，看几多个传统许多影响无迎合啊，吼，甚至于讲被迫去休无薪假也得，啊，你能点方运用办咧应对的方式嘛？关于就是后疫情时代啊，其实那时候疫情爆发的时候，我们这边比较幸运一点，那前面其实已经有开始配合一些外送平台，那只是在说那时候疫情整个快速爆发的时候，那变成很多内用的餐点都会部分内用的客人这部分就会取消，那变成外送外带的这一个量，然后突然一下之间是暴涨，那我们就开始要着手去设计很多外带相关的一个配套这样，然后也设计出了就是所谓在家里可以跟家人啊，然后一起享用的整个外带的套餐这样。嗯哼，因为外带的套餐给他跟牛永黑马给啊，
客人最喜欢的一定要可以带一个那豆腐包，或是他们客人多一点，家里成员多一点的话，就会去把它换成是一个锅，他们还是最爱的部队锅、那煎饼、炸鸡这些。哦，如果你有一个主食的搭配啊，其他的小菜啦，也要讲其他的配菜等等，可以这个一些，让人都帮他搭配成一类类似偏东啊哪个外带餐呢、啊？对，在家里摆起来也是一桌韩国菜，这样会有一些小菜，就是送给客人的。对，嗯嗯，就米一点点的都有嘛。对。哦，哎、欸、呀，最近对于咧冲点那个难得，有抢到一个哦，创业的女老板来到俺的节目底部，你可以跟 help boy 有你噶，哦，有跟你一样的想法，想要来创业，可以一种传统的哎 help 上朋友来讲，哎、欸，分享几个重点给他们说，创业要注意什么，你要个经验。创业其实就是用心，那回归一个我觉得还是找出自己喜欢的有兴趣的这件事情、然后用心去做，然后持续学习，大家一定会看见效果。对啊，就是说像很重要啦，自己有兴趣有兴趣、啊、不断的 准备、再去创业这回事啊，创业之后也没有想说哦马上入问天了，就不用再继续学习。是的，像你刚刚很继续的后那有后事的有贴配在韩国料理，你们也会去参考一下吗？是哦，哇，观众朋友，你刚刚给我们看看，那节目还有没有好多某种的知识，也要讲认识的某种的韩国料理呢？哎，要是有闲的时间来到高雄哦，可以来老聊一下，认识一下某种的料理哦。给我们再一次感谢阿文带来安全菜故事同后事的料理哦，多谢。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安子 C 将来聊。好哦，今天所有三年的梦呢，那听顿眼的欣赏来运动一下吧。希望阿等福气来的节目嘅朋友，记得点赞天下架电视台嘅频道，顺手记得分享出去哦。